什么？韩国还有什么还蛮强的，都是世界等级的，对啊。就是他们就是发展那种不需要什么实质资源的，比如说他们就不种稻米吗？不对，韩国好像也不能种稻米，韩国要种什么？种泡菜。嗯，就是慢一步啦，我讲真的，希望现在可以赶上、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做就还来得及，对，现在做就现在赶还来得及。等一下，谁能告诉我卡丹冲泡菜？哎呀，没有啦，我书读的少，不要这么挑剔。我只是想说，就是好，就这样。你们懂我在要讲什么？我觉得我纳贝流是那个潘朵拉之心里面的纳贝流是吗？我觉得我只觉得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 e-sport 不等于 sport， 干我刚那个英文，这也是够废。电竞不等于运动，不是电子竞技不全然等于运动，你可以不用运动的规格去对待，比如说什么进奥运什么的，我觉得没必要。e-sport 它就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新的代名词，它不用抢着跟 sport 画上等号。他不用国家去承认、去正视，不是，我到底在攻他小？哎呀，我觉得我要讲的我说不出口，我们还是赚钱好了。来，这场打范跟露露啊，行，我们带虚弱吧，对面有阿里又有赫克林的、用什么 skin 呢？用这个好了，好久没用这个了，凋零蔷薇。八强会播哪几天呢、哦？我好像只播一天，然后有可能是 HQ， 有可能闪电狼，我不知道。对啊，到时候再 check 完之后再跟你讲。我不能跟那个、球队讲话之类的，现在还没，对啊，还没这次赛吗？怎么那么多人都赢？没有，我觉得认真要讲很久啦。其实我是有一些想法的，可是我好懒得讲。收就退给我没关系，不要。等我们吃饱再讲，好不好？谢老板希望政府承认选手是运动员，我觉得不可以，可以这样做啊。可是我觉得推行的方式应该这样讲好了，就是。你可以有运动选手的待遇，可是我们不用很强调自己是一个运动。你在公三小，我被 ban 了，可以帮杰哥吗？你是这个名字吗？MOD 如果他没有犯什么错，就把他解了吧。如果他犯什么错，你再把他消了。不是，他如果犯什么错，你再让他冷静冷静。因为我不知道解 ban 这种事情，不要找我啊。我不会知道你当下讲了什么，然后你被 ban 了、啊，对不对？那如果每个人都给我100块。100块美金叫我解 ban， 对不对？这样的话我面子何在？不是 MOD 的面子何在？对不对？100块我还是会收下来嘛，是不是？好不好？只是你懂内，我可以叫 MOD 帮你注意一下，应该没事啊，应该可能误 ban 啊，你可以看 check 一下。快点去！赶快去玩 LCD， 快点去！赶快去玩 LCD， 赶快去问他们 LCD 怎么进。有啊，我看到你讲话啦，那什么 Mid Green Summer， 有我看到你讲话啦。前奏之后解费看心情，没有，我觉得我尊重 MOD 啊，但 MOD 也会做错，可是。这个彼此之间关系是这样。如果今天任何人来跟我告状，说你 MOD 好鸡巴，你 MOD 好鸡巴，然后我就说 MOD 你怎么那么鸡巴？这就是我的不对，你 MOD 好鸡巴。对啊，上次贴那个麦当劳叔叔给我吓得我半死，那晚上没有睡着，鸡巴，对不对？这就我不对啦，我应该先问说 MOD 你最近怎么啦？然后他就说没有办法，我就是鸡巴。那我说干 MOD 你好鸡巴，
啊，这才是一个正确的解决方式。啊啊、对，所以如果你说你要解 ban， 我当然就是问 MOD， 哎 ，MOD 他有没有做什么坏事啊？他是不是贴屌图啊？他是不是贴大屌骚啊？啊，好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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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小心 ban 错，好，那我们再把这事情给解决掉。事情先后顺序要对 ，OK。便宜，最近来说是便宜的。哇，两天之还有。有没有？我真他妈刚刚讲出这么长的废话，我真的是蛮佩服我自己的。最近最便宜的。有人贴了一个加速，有人贴了一个加速，是不是可以讲？你要定做，我是说今年就会发大财。我是不知道准不准，但是听说是真的啊！我他妈点了进去啊！他是真的、啊，第一中锋被我挡下来。我是醉了。黑洞洞在吗？哇，同学干！好险！赚，虽然对面拿到手上，我刚想要闪 Q 那个啊，哥铜牌啊，做错了。我刚想要闪 Q 那个饭的，结果没想到那个露露跟那个饭叠在一起，他们两个人长得蛮像的，还有分错了。队长交给你们跟柯P谈谈，有啦，他们好像有说要安排下一次，等柯P有空的时候再说吧。我也蛮忙的啊，柯P忙我也忙啊，对不对？哎，有助攻也好棒哦！不是，市长的时间是时间，我的时间也是时间啊。我们总是对不对？一视平等。我们再看看到时候有没有时间去。可是我去干嘛、啊？我真的也不知道要讲什么哎、欸。如果真的找我去的话，我去跟他讲说，最近台湾麦当劳真的还蛮好吃的，好了，看他能不能推动什么消费券之类的，在我的实况台送。感觉这个比较有搞头。枪都进。让我单吃他。忽略我的要求了。投啊！你挡成这样还不投？这样都不进，我挡了。对面是什么？阿木木，怎么那么可爱啊？阿木木，让我吃他一次好不好？居然跟隔壁谈公司，没有啦，感觉我去真的是没什么用啊，格式拉，格式废物。是什么后仰跳投之类帅气的？我可以教他玩摩甘娜。啊，我就要玩圣好了，感觉我圣应该比他强。你脚踏外面就不会三秒，我都有心中的默示。有次一球，第一次点到球，
秀到热火，因为热火就是大家都说赛啊，排在第十名。我不知道为什么热火在第十。好难过。干！快爆啦！bug 二六，谢谢订阅。谢谢你的订阅。They were suffering。这个时间 recall 恰到好处啊，因为对方一定不会出来，然后一定不会出来的情况下，我们的 AD 就是安全的。如果 AD 这时候他们 AD 出来，那就表示对方有可能正在啊嘻嘻哈哈、稀稀疏疏扣了一个 jungle 过来。那我们这时候 AD 就会自动往后退，因为他会知道自己少一个人。好多人啊，信我一次啊！我话都不想说嘞。太多人了吧？感觉刚刚杀饭速度太慢了，根本就没杀掉。看肯奇好像没打到伤害的样子，他站太后面了。不发抖。这就中锋最多，哇塞！暴许再加那个大麦哦，要等吗？0513。林书豪本人，干我这样失误，我想打艾迪是不是？有点惨啊，这波。有啊，他们刚刚在拍吗？刚刚你在吃的时候，他们打。手用长发哥，头发跟我一样长。哎呦，他想单打我哎！妈的！啊，我要升高了，我都不管啊！好远啊！三分就是垃圾耶、欸！他这个阵容是有事的。
就拍拍。哇，这场不妙哎、欸，得两分三篮板。哇，哦，这个九克，哎、欸，真的是没办法做事的江国哎。江国真的是，不关我事啊，我是被单杀的，算在我头上。这个挡的嘎了。他在卖那个加十五次温的新盔甲。我的，碰打。吉祥八个月，吉祥做事，吉祥。那我们怎么落后那么多分啊？吉祥什么时候要来啊？吉祥。吉祥，天家到了。吉祥好久不见了，吉祥好久没看到你了，想念你那个肥肥的身体。好想看你跳佛利贝尔舞、哦。只差得分了。我走走走走走走走，那个 damage 是瞎毁。不要自干了，算准。我们二打二好像打不赢啊，哎，难讲哦。我们克里斯塔出陨落的。他没直眼、啊，我还以为他有直眼啊！害我都没在杀那个三角眼。想到火锅，快要被扣回去了。看你这三下。你浪费招。他不想打、啊，可是。感觉是必须要打起来的。啊！谁来看我交了台？应该算他的机会。中路感觉还是要爆炸了。
唉，没招，对方没大，可是应该还有治愈，然后还有虚弱。教练，教练，我按下去。哎呦，哦，还在第三节。教练对我赞誉有加。我挡人，我像挡人机器。我发抖。耶，这样都要跑一级上网耶。追回来了，挡人一下。好好防守，被推上墙。我哭了。哇！救可没救可成功。Ace。这个男人，屌！好吵哦！人马四一三，四一五，无解状态。阿里下课。我现在就是有点好惨，我点到现在还没有把家的翻过。打法还是攻速最高。哎，对，现在换吴王是不是 ？OK， 我的吴王要求是。有没有想要？哎，哇！你怎么投啦？这次还是打法。瑞士2190还是09210？二一九零啊，九零啊，攻击装。哦，单打一场哦。攻击天赋。啊，我以为阿木在吃那个。我跑不进啊。跟熊不太一样。赚！赚！靠八球也行。好。这是罚球，真的是比想象中好。那我要配什么？那就要张主攻网。我主攻怎么是零啊？应该有吧？为什么是好像是助攻？靠我，助攻应该很高才对啊！我进，屁啦！感觉下一个问题是我们龙战不好守，对面已经两龙了，他们吃龙的速度有点快。就是菜。下一个龙战不好守。最讨厌按键被改掉，好烦！哎，哎呦，我现在有40，再让我抽一抽。哇，长那么大一只，竟然还会切入哎！我玩蛮头发真的。SD 谢四个月，我是全部都不见，感谢。嗯，超靠背。哟。乐高啦 ，S L， 感谢。我们逆转了。没有啦，不至于吃八龙吧？我们逆转了。了我逆转
哇，打得有点太急了。有四个主攻诶，有点浪费啊，这一波浪费两个人的时间。放还在 BD。我们开战好废啊！坦肯其实没有很会玩哎、欸。他怎么会出了一堆废装嘞？他的面装死者肩甲没出。而且嘞，弹跳能力加级啊。难怪他贴不大到人，走那么慢。上啊！为什么不敢上？肯奇哥够啊！哇！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大家再见！不是啊！看不是很懂哎、欸。哎、欸，我要怎么跟你配合啊？我怎么不要跟你配合？哦，不用不用这样子打，就是不打架，四等打架。你兵特大几倍？大八十七倍。四等，然后靠一靠。哎，够，阿木没挡。阿木，感觉我也保不大住克里斯塔。说实在，我滚！啊！你们去玩吧，他妈的去玩吧，不要理我了。继续我的 NBA 之路，做三十分的球员。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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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我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主要还是你吃冰糖的。欧米不要来了，欧米。我刚刚讲阿木没打，那阿木就丢大。那他到底怎么打赢我们会战的？不是我们会战到底怎么输的？太神了啊！那阿木不开大就可以打赢会战。我们刚至少是一个四打四吧。一个四打四就全崩。为什么他不回？他到底在干嘛、啊？哦，闪现杀 support。脑弱、欸，靠！要打中路的逆风，难怪要开本谢订阅。现在专业分数。我们现在在干嘛？大家为什么要一群人挤这边？太沉了、啊，到底在干嘛？大家想获得什么吗？GG!
连 Google 家写都坏掉了，三十秒，连 Google 家写都坏掉了，哦，哎，这这样怎么样？这样怎么样？剩下，剩下，剩下 NBA 跟抖内的夜晚。酷挂小姐的话，今天不应该去跟干妈们玩。我第一场遇到，我第一场遇到亚瑟王，我可以的。我。妈的！哎，连酷挂小姐的话也太扯了吧！到底亚瑟王懂不懂人心？我走走走走走，我应该是要离开人世了。哦，没死哎、欸！我小姐看不清楚哪就好了。我是躺在大理的舅舅。你们玩啊？妈妈，你们玩？开玩笑，你们玩就好了。我要继续打拼 NBA。三十，对面几条？三条龙。哎呦，伤害有点不够。妈欺负我是不是？这个切入就是不把我妈眼里的那一种。死了！看一个，看一个讯息被抄了。啊！那就不用骂妈，那个打那么大口气。AI 这一个。这个地震了是不是？不是哦，他打那么大武器，不光下去。啊，我单吃他，我还是打这种。很慢哎、欸。呵呵呵。好慢。哎呀。你要快角色哦，不要慢。发到球了。发到球了。是啊，各位小姐好了，好了，那好了，我看。哦。马上补偿四胜。哦。哈哈哈哈哈。死光光喽。我们的干妈玩 LCD。啊？干妈是啊。莫小姐是任性，有钱是任性的，听懂？好废啊，这伤害！啊！全队都没伤害，你知道吗？好废啊！来，一万六，一万八，一万九。漫画不是应该要抢到吗？不是，就你学我们伤害很低。队友嘛，对不对？好废啊！你要相信队友才有可能赢比赛啊！人家打了几条阿木血啊？对。为什么他讲话那么快啊？他的 Google 讲话特快。为什么啊？他是讲话特快、欸。